你当然是社会人物，因为张春花是革命馆的后生，你就甲蔡良讲我无一个好，讲伊是善良用心机的查某囡仔。那你我即马就甲你讲，其实蔡良就是你的亲生查某囡仔。 是在讲啥？杨大哥是我的亲生爸爸。妈，你是安怎要问我？就算你当初死无在地外准多少，是安怎连我亲生爸爸的代志拢无爱老实讲？彩玲，是的啦，妈毋是超过伊要安尼做的。 因为过去的苦心在失去的无负责任的人，啊，我认为会根本都无迄个资格来做你的爸爸，我毋知有满即件代志。我今日又听到伊讲你遐尔济歹话，我毋知，所以就选择伫即款的情形之下，把所有代志拢讲出来。你大概拢讲你所做的代志拢是为我好，你敢真正有替我想过？ 我真正不知影要安怎甲伊好，甲伊相认啦。彩玲，妈虽然甲你的心事讲出来，不过你感觉有选择啊，啊，你嘛无一定爱甲伊相认。搁再讲，我实在看袂出来，伊对你有一点仔疼惜的心嘛。秋萍啊。 伟平啊，你讲啦，佮安怎讲吼？大哥是咱彩玲的亲生老爸，这是事实啊。你袂去做动因烧钱啦，啊，你若是安尼做吼，毋若对大哥无公平，对咱彩玲嘛无公平啊。玉官啊，你应该袂因为这项代志，要来甲我离婚吼？真歹讲哦。不啦，玉官。 你袂影安尼啦，我是甲你共我共一个时间才知影这样代志的呢，啊，我也无骗你啊，你袂影安尼就要甲我离婚的嘛。讲实在，我进前去问过秋萍啊，啊伊也无甲我承认啊啦，啊我来知，原来是甲我欺骗我呢。玉官啊，唔骂你啦。像佮你少年的时阵，遐尼风流，即卖食老，才要来还这个债。